Dear participants, guests, 尊敬的与会者、嘉宾、来宾们，也就是我们的下一场分会，也就是第五分会，也就是侨民的影响、环境、社会以及企业治理，一起。我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在全球的这个范围内，因为我们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的内容，非常丰富的内容，同时呢，我们也准备了非常好的嘉宾团队来跟大家讨论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也就是气候 ESG 和投资。确实啊，现在全世界呢正在慢慢的摆脱新冠肺炎大流行病，现在呢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慢慢摆脱了，可是我们走向哪儿呢？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背景文件，我们要跟大家讨论未来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往前走，打造更好的未来，我们怎么跟侨民一起来做到这一点。因为侨民呢现在啊在巨大的这干扰啊等等这方面，还有打造机会啊等等这方面呢，是一个很好的伙伴了。确实啊，我们要谈的呢是侨民的影响，以及啊我们怎么样打造新的思维方式，来跟这个侨民社团呢积极的互动。侨民的影响啊，在这个气候啊、社会啊以及治理啊等等这些方面，现在呢还在萌芽阶段，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已经开始，应该已经开始讨论他们的职责了，或者说他们的作用了，尤其是在这个企业呀以及财经呀等等行业，要讨论的呢是社会和企业责任。确实啊，侨民呢他的这个影响啊，特别是在投资这方面呢也有巨大的影响，大家呢都想要把他们的这种影响呢应用在企业当中、商业当中。当然了，这不仅仅是带来这个经济上的利益，同时呢还有社会上的利益，大家呢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呀对环境呀是没有什么负面影响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呢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呀我们正在慢慢摆脱新冠疫情，现在呀我们应该有更好的一个社会系统，也另外呢还要打造绿色就业，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呢就是这些问题。我们呢有一些问题，第一啊，也就是现在啊政府可以打击可以打造什么样的激励机制，也就是来吸引这个侨民的投资。那么第二，也就是说呀我们什么样的结构，来用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来推动这个工作，也就是说在让侨民啊在这个环境呀、啊、以及这个社会啊以及这个政府的治理方面啊做出他们的贡献。我们呢已经谈到了，在我们呢知道啊有一些国家呢已经在这方面做的已经非常好了，所以呢这些问题呀、啊、我们呢问时间不多，但是呢我们有非常有经验的非常强大的嘉宾团队，同时呢我也非常高兴要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斐济政府，也就是跟我们一起来主办这个会的政府，他呢也是第一个开始讨论的代表，除了我们的同事 Amelia Comasavai， 这个呢也就是斐济的这个移民局的局长，他呢是我们的联席主持。但是另外呢我们也要听一下我们组织的另外一个伙伴 Frida Interagree， 这个呢也就是 City Circles 的这个主任，我们呢也会听一下他的发言，然后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是视频让大家听一下，然后呢我们就来进行讨论。那我们呢就不多说了，我想介绍 Amelia， 我想让 Amelia 发言，我们想听一下你们的经验。此外呢你们呀、啊、在我们全球这个侨民峰会当中啊，你想要说些什么？好， Amelia 请您发言吧。 对不起 Amelia， 我们听不到您，是不是您麦克风没打开啊？
是不是我这儿要打开？主持人说。大家晚上好，热烈的向大家问候，我从斐济向大家问候。我们在讨论之前呀，也就是说这个侨民呀，在这个气候变化以及 ESG 和投资方面的影响，那么这个机会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讨论我们怎么样一起来行动。首先呀，我们斐济呀一直都在吸引侨民的投资。对不起，这个声音非常的不清楚。也就是说，当然我们呢要打造有利的环境，也就是说来促进他们对于他们母国的投资，他们祖国的投资。也提高他们的这个生活水平。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技能的交换呀，以及学习的机会呀等等。也就是在他们的祖国，在这个会议当中，我们是希望啊我们能够互相学习，这样的话能够打造良好的侨民战略，来鼓励他们进行投资。好，在这个地图当中啊，这是我们斐济在全球的这个侨民，我们主要的呢是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当然了还有亚洲一些国家，比如日本、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我们的斐济侨民啊，我们呢也有一些个组织，或者说也有一些社交平台，他们呢有相关的协会，比如一些文化协会啊等等。比如说在英国啊就有相关的协会。好，最近的政府的一项调查哈，就是在澳大利亚是进行的一项调查，也就是跟大家显示了一下斐济侨民的这个结构。那么他们呢主要是支持家庭。那么当然了，我们呢在他们呢一起应对这个全球的一些灾难，比如说新冠疫情等等。当然了，他们呢也设立了一些中小企业，或者说土地的开发。另外呢还有一些海归来支持我们的旅游业，或者说有一些呢是永久的就回来了。我们斐济啊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的大，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呢是因为一系列的因素造成的，比如说呀这个海平面的上升啊，还有这个水灾呀等等。The lives of 44 Fijians were taken in that cyclone that was later reported.对于全球的气候变化的和自然灾害，我们呢应该呢是共同的来对于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的这个不同的区域来付出努力。这个领域我们有130万人口，在有一些贫穷的区域，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对于斐济的这些侨民，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斐济和亚太地区的这些侨民说，他们呢是非常的愿意能够更好的提供支持，对家庭等等，以及呢，对于社区来提供更多的这个支持以及社会的进步。因此呢，在这些方面的话，因为这种团结的因素，他们非常愿意提供这样的帮助，比如说家庭的关系、团结的这个团结感以及同情等等。我们认为在环境变化这个领域，我们从一开始就对于环境变化有着很高的这个意识，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些领域能够来看到了乔明在这个领域所做出的这个贡献。可以看到在乔明所做的贡献方面，从2011年到2021年，我们可以看到从2011年到2021年我们所做出的这些贡献具有着大幅的增加。尤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这个贡献尤其是更加的重大。我们可以看到在2016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外助人员对于经济的贡献。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疫情期间2020年，这是每月的这个转账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大幅的增加。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斐济的这个侨民来说，我们有一个持续的这个合作。在我们从这个就是转账的这个提升啊，有7%的一个提升。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来源包括美国、英国及其他的国家。那么这些的这个转账，我们看到斐济的政府的话，对于侨民的这种参与战略是多方面的，包括文化方面的参与，包括社区的参与，包括正式的渠道的参与以及其他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创意、这些活动，他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让斐济的移民能够参与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政府的一些活动。那么可能也看到了这些活动的参与，正式的参与，包括贸易的活动，包括政府以及其他的国际性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英国来的这个高层的访问委员会，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还包括德隆诺尔与斐济侨民这个沟通的会议。那么这个与政府之间还有一些委员会沟通和会议，我们这些呢包括与斐济的政府、斐济的总统。那么这边的照片上呢可以看到，就是由斐济总统以及这个相关领导人参与的一个高层的一个活动。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侨民在参与投资领域的这个活动
那么我们有一部分侨民他们是有着双重的这个国籍，在投资的领域他们有一些对投资要求能够豁免，我们还有一些的关于非移民的投资项目，这些投资项目能够让很多的侨民得以参与。这个呢，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关于移民的法规，这些移民的法规能够支持呢，就是对于侨民的投资提出一定的支持。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侨民在澳大利亚的这个投资的情况，我们进行了一个在线的这个调查呢，就是对斐济人员在澳大利亚的这个调查呢，显示有 16.5% 的这个参与人员呢，他们都曾经在斐济进行投资。那么我们再进一步来看，就是侨民对于气候变化以及投资领域的影响，可以看到对于斐济的一些这个协会，表明呢，我们也有建立的这个就是灾难的基金，那么这个灾难基金能够提供呢对民众的一些支持。另外呢，我们如果继续看未来的情况，我们再进一步的加强机构以及领导力的发展，同时呢，也增强关于侨民的外交以及对话。在这个方面呢，我们第一步的是在外交和对话方面啊，能够更多的有一些对话以及沟通的这个战略。我们的沟通的战略呢，应该更多的清晰的明确一些重点的领域，包括比如说提供支持或者是援助，那对他们的所来源国以及呢，给予侨民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一个反馈。同时呢，我们应该更多的鼓励呢侨民进一步的进行投资，这些包括对于侨民的旅游，对于侨民的这个市场进入市场的工作，以及呢侨民的这些比如说亚太地区的这个侨民基金，这些呢都可以作为侨民投资的这个渠道，能够给他们提供提供呢这个投资以及进入市场的这些渠道。Thank you so much, Amelia. 非常感谢 Ameli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给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这个介绍，以及呢你们所从事的一些项目和倡议，包括非济的贸易经济，同时呢也提到了就是家庭的情况，其中呢你也提到了一些就是从家庭的领域，我相信他们在这个领域里面，So the immediat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on the flow. 具体的一些行动，那么也包括对经济领域的联系，同时呢，在全球疫情的背景下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我相信呢，这些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的这个介绍，同时呢，可以看到这个侨民的这个参与，这个我们不仅仅是说谈到侨民，显得他们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同时呢，也没有提到怎么样与侨民进行对话，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参与的政策，非常感谢。现在呢，我们想邀请下一位的主题演讲人，那么这是飞的，感谢。参与这个会议我也非常的激动，那听取你在这个侨民在投资在社会的治理以及在环境保护等等方面所做的会议。好的，非常感谢 Marina 的主持和介绍。 I didn't know if I was allowed to say that, so I left it to you. 对，我不太清楚我有多少能介绍，但是现在请 Ada 来来，我非常高兴
这里来参与这个会议。我相信我能够与大家呢进行一个很好的沟通。好的，现在呢我要分享一下屏幕。我现在分享一下屏幕。好的。我想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呢就是侨民的影响呢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侨民对于气候对于 ESG 对于投资领域的这个影响。我们呢要怎么样将这些重要的要素啊怎么样子投整合到我们的政策的以及我们的职业领域。我相信这个主题啊我来说是非常的亲近。我想呢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 City Circle 它所的在加拿大的这个工作的领域它的范围主要是有什么。那么我们 City Circle 呢是一个由侨民领导的是基于在荷兰的一个机构，它的目的呢是能够进一步的推动包容性的企业精神以及投资。那么它也是为了这个全球侨民中华企业在非洲的这样一个合作。我们一方面呢包括这个侨民在他们原来的这个国家的不仅仅是这个经济领域，那么今天呢我不仅仅是作为我们机构的这个就是首席执行官，同时呢也我本人也作为一个侨民本身作为一个代表。我们看到呢对于我们的机构说我们与 IOM 这个国际移民组织呢进行合作。有在很多方面的合作，是的确的话是看到我们用我们与加拿大与塞贝俄比亚国家呢是进行合作。我们呢的确是进行了一些就是以个别为基础的一些项目，当然呢我们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我们金融领域及其他的这些领域，我们有来自于不同国家的代表，我们包括呢这些国家的其侨民的参与，同时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地方的这些孵化的这个企业家来进行推动。但是我们也面临的挑战呢，比如说缺少资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侨民来说，我们希望来进一步的推动大家这个方面呢，我们有系列的一个编为基础的项目，比如说在荷兰、在德国、在加拿大、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我们比如说在这些国家呢，我们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些企业家呀，他们是积极的来参与一些活动。我们我想呢。我们现在呢就可以进一步的谈两个主要的一些这个项目。就是对于企业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企业家基层的这样一个项目。我们建立了一个移民企业家的一个推动项目。这个推动项目 EPEB 它的主要的目的呢是能够给企业者提供一些指导，如何来进行投资或者是做好准备进行投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关于移民的投资的项目，这个移民的侨民的投资项目，我们有一个侨民的风险基金支持机构，那么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
重点呢是放在投资者，让他们来对在绿色经济的领域进行投资。我们会有一个以优变为基础的一个风险基金的一个支持机制，它会更重点的放在这个侨民感兴趣的投资的领域以及具体的国家。那么更多的对于这个支持者，我们可以当然了，在这个侨民呢总是很有潜力的呢。我呢跟大家说一下哈，比如说你要是到沙滩上去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侨民啊在那儿工作。当然了，我呢主要第一个问题呢，也就是在我们怎么样接触这些侨民，就是比如特别是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塑料的这个使用方面啊，大家在那个沙滩上可以看到很多使用塑料的哈。那么当然了，首先是知识的问题哈，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方面呀，主要是涉及到投资，涉及到一些资源，就是说有一定的知识和一定的资源。也就是说有些企业呢他们收到了很多的钱，当然了还有一些，当然了一些公司呢，他们一些企业呢他们有钱，可是呢也只有钱没有其他的资源。当然了侨民呢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商业网络，比如说在筹资这方面完全可以使用这些网络。那么现在呢我就不谈汇款的这个事情了，大家都知道这些数据了。我呢想说一下南非在2020年，也就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一样，这些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些数字呢，就是都到了这个非洲尼日利亚哈是 G1 啊，然后是加纳呀，然后肯尼亚呀等等，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数字。现在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保证啊这些汇款呢能够对老百姓有益，对环境有益，从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能够使我们的家园呢变得更好等等。好，现在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绿色风险投资项目。这个呢这个项目啊是由欧盟发起的，欧盟委员会，当然跟其他的一些个伙伴哈，比如说 SEB USEDF 还有这个荷兰在加纳的一个组织等等，我们呢也是积极的支持。这个呢其实就是促进绿色经济，保证啊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中小企业在这个加纳哈能够投资于绿色经济。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是保证啊我们可以也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呢是也使得加纳呢更加绿色，那么以及呢整个非洲呢更加绿色。我们这个项目啊是跟 SNV 密切的进行合作。 SNV我们那大家刚才听到了我说的背景哈，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侨民怎么样来参与加纳的绿色经济，也就是通过投资这个方式。我得说啊，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啊，在2021年，也就是2021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我们呢知道啊侨民呀肯定是会有一定的兴趣的。我们当时那知道加纳的侨民会很感兴趣，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很多地方的这个侨民都很感兴趣，比如说来自英国啊等等，他们设置了很好的一个榜样。那么也就是说呀，比如说在德国啊等等，还有欧盟啊，整个欧盟也参加了，当然了，也就是说德国啊英国啊都参加了。那么我们那首先啊我们
要弥合这个知识上的差距，因为有些人呢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绿色投资等等这些概念哈，还有一些人呢虽然不断的汇款，不断的向他们的祖国汇款，但是呢因为缺乏知识，所以呢这种投资呢我们确实是需要进行一定的领导和引导和调动，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说打造能力，比如说要让他们知道这个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等等这些方面的知识，这样的话呢才可以充分的调动他们的投资。这个呢也就是我们项目的起源，我们的项目呢是八个星期，是一个虚拟性的项目，就是主要是因为新冠疫情，这个呢是最有效的方式了来从事我们的项目。他们使用的呢 SMV 哈，是跟当地的一些孵化器啊，那么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绿色部门的中小企业，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农业啊，食品农业啊等等。所以呢也就是说企业呢其实已经有了，他们使用现成的企业当然是最好的了。那么此外呢我们的这个项目呢这八个星期啊，当然了我们也有一些实用的一些手册，然后 City Circle 呢给他们进行一些这个培训后的投资支持，比如说尽职尽责呀等等。最后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打造绿色经济，这些呢是我们的一些模式，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方案当中，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哈，首先呢也就是一些商业模式啊，还有资金呀，还有谈判呀，然后天使投资啊，再加那呀我们呢专门的有一个案例的研究。好像这个呢听起来呢是老生常谈了哈，但是呢这个就是我们打造的生态系统，也就是一方面呢是绿色经济，也就是所有的这些企业呢都是从零开始，那么也就是说从最初的非常低额的资金到大额的资金，然后呢侨民就加入带着他们的资源以及啊他们的知识，有一些对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知识，当然还有一些企业方面的知识。当然了我们是集中在中小企业，在阿山体和我们的加纳的西部地区，在刚才的那个片子当中啊，这些呢其实就是一些我们的这个绿色风险投资的这个支持机构。那么现在啊在这个在培训后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长期以来呀，我不告诉你到底有多长了哈。我们呢专门的有一些个投资的工具，叫做 Zid Circle 侨民投资合作社。这个呢就是我们专门的一个投资工具。我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这个模式呢？或者说投资工具呢？因为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构，它的这种结构呢能够带来很多的益处，特别是针对这个创业企业。也就是说你想要让很多的人加入你的企业的投资的话呢，你呢就是尽量的要增加这个股东的数量吧，所以我们就选用了这个合作社这种方式。当然了还有这些利益啊，一方面是针对创业企业，一方面是针对投资者的投资者呢，当然了他们有他们拥有股份，那么
他们呢当然了，也就是这种结构呢就使得这个结构呢非常的稳定，这个呢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公司这个机构，我们这个机构呢我们是今年才注册在荷兰的，才在荷兰注册的。那我们呢有一个董事会，也就是要保证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活动都是进行协调的。另外呢我们也有这个风险投资的支持机制，也当然了也有相关的这个培训。另外呢我们也有投资委员会，也就是在投资方面做出决定，也就是其实呢这个委员会啊每天都在做出决定。另外呢我们还有 City Circle 合作社，也就是说这些钱呀能够到哪儿去，这个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投资工具。另外呢我们还有初创企业的小组，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 G 的成员。 G 就可能是来自加勒比海的，他在荷兰，然后 Katrina 呢是在这个他的工作呢是针对肯尼亚哈。好 ，David 呢他呢也是和也是自己也是住在荷兰，然后还有我自己，我们呢就是。一起协同工作。好，大家可以以个人或者集团或者企业的这种方式来加入我们，所有的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侨民都可以加入。那么我们的这个 venture backers 呢就可以来对他们做出一些投资方面的决策。那么这个呢当然那也就是说当然一些侨民呢是把他们的这个投资呢放在一起，他们也知道我们的这些个决定，我们的这个决策的过程呢是非常简单的。那么当然也就是说我们呢总是会支持他们的，也就是另外呢他们呢也会，我们这个 co-op 呢也会呀起草也会签署一些投资协议，就是特别是跟那些新创企业和中小企业，就是特别是在绿色这个领域。我现在呢又谈一下塑料这个问题，我刚开始谈到了塑料，特别是在一些偏远的地区，加纳的西部的一些非常偏远的地区，其实呢主要就是加工一些塑料制品可以用于其他地方，以环保的这种方式。另外呢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一个妇女成立的一个公司一个企业，其实也就是加工基本的这个食品。在过去的几年里啊，比如说西红柿，很多西红柿都被浪费了，因为没有加工产业。现在呢有了这样的企业确实是非常好的哈。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系统。对不起我好像是超时了，那我现在来做出结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系统。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可以打造创业精神，另外呢也就是说支持他们自己支持他们的一些能力的这开发呀等等。同时呢在这个非洲大陆啊促进企业的这个发展，促进商业的发展。另外呢提供一些资金，同时呢也包括一些正式的这些支持。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对于绿色项目当中，我们在肯尼亚也有一些项目，这个是在下个星期四月六号我们会有一个活动，那么这个具体的内容呢我们会再通知。好的，我的这个介绍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我随时都会在，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保持留线，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向。我们相信，我希望啊我的这个案例能够与大家呢进行分享。那么我们的在我们国家的这个代表的这个办事处，大家可以随时与我们，非常感谢 Frida。我想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代表，
我们另外也在爱尔兰也有一个就是网络的一个介绍，我相信啊，你刚才的介绍就是的确确实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介绍。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结构案例，你具体的怎么样去支持不同的这种倡议，并且呢促进一些这个侨民的这个工作环境，并且呢解决他们所面临的这些具体的这些挑战。你提到了很多的这些具体的案例，不仅仅是他们有这些意愿有这些知识，同时呢我也想再一次感谢所有的组织方，能够感谢 Frida 的介绍，幸你能够最后呢能够与我们在一起参给予这样一个介绍。我也想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提一个问题。我想提问的是，你在最开始的时候你提出了这个机构来推动，那么自己本身呢又是一个侨民的代表，我相信呢这一点来说对于我们来说，你可以看到这一点对于政府来说他们应该做什么呢？比如说战略政策，那么是否有那么一两个你认为政府可以做的事情，能够让所有的这种参与的政策和倡议能够发挥作用？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Marina 你的提问。是的，是的，我们是确确实实是做了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些工作啊。我也相信在这些领域我们来提供支持是我们的愉悦。我们能够这个基础设施首先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我认为呢这个领域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应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承诺，我们最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说如何让这个侨民的这种参与更加容易。我们要知道政府，我们也在说侨民，我们要知道这个侨民他们在哪儿，他们在什么样的国家。我们其实要看的话，他们是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我们最佳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要给他们提供这种基础设施，基础的这个环境，怎么样让他们能够非常容易的来进行投资，让他们比如说加纳的政府他们就非常支持让进行这个投资的这个便利。这当然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要启动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行动，我们让他们来参与。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侨民是想要参与，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参与，所以的话对于他们来说要有一个就是具体的这些活动行动让他们来参与。我们要能够推动这些进程，创建具体的项目，我认为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好的，的确如此，我们在这一个领域是立法政策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在与不同的这个利诱官方进行讨论，我们见到比如说你是另一个国家的这个公民，你也可以看到在投资的时候你会是一个不同的身份，在跨国之间进行投资的时候，你比如说要考虑到他们具体的这个身份。我想的确就是基础的设施环境以及呢这些具体的一些这个行动，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呢再次感谢 Frida， 我想你的介绍是非常的优秀的。我也相信有很多的同事也想提问，但我想呢对于我们其他的同事来说，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我想呢你可以有一点时间来提出你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们有一个视频，这个视频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对于我们Armenia 的这个介绍来说是非常重要。我们
来自于 Tikonumo， 这是来自于Balland 领域的。好的，我们来自于斐济的这个同事们，我们现在呢有一个视频来给大家播放，与此同时呢大家可以在聊天区进行提问。好的，尊敬的这个主题发言者主持人 Frida Mingi 以及其他的尊敬的代表先生们女士们，我们非常高兴啊，给就是来自斐济给大家呢，我们想要能够就移民在社会治理、投资、经济等等领域，我们看到移民呢对于这个发展来说是起着非常重要的正作用，尤其对斐济来说是起着非常，作为一个小的发展中国家，斐济的这个发展的路径啊，是我们看到这个移民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领域，我们在这个投资领域呢，我们有一些发展的机构，以及非正式的和一些非正式的这个发展的机构，我得到来支持。我们进行了一个这个抽样调查，我们也看到在英国的这个斐济的移民，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交通领域啊是做着重要的贡献。我们相信这些移民在这些国家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方面对于这个投资，对于经济的发展，我们也包括呢就是解决一些障碍的问题，同时呢我们也要有一些方案来对促进投资。我们调研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结果也表明啊，就是我们的侨民是非常的积极，那么94%的人他们呢就把比如说这个资金啊就是寄回到自己的这个原籍国。我们也看到他们也愿意在斐济进行投资，包括就是他们通过这种持续进行投资的一些趋势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有通过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投资。我们要填补这些投资的这些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些侨民来说他们有很大的这个兴趣，我希望能够对于地产，对于农业、渔业、林业等等各个领域都有着重要的这些兴趣。我相信呢在这些领域他们呢希望能够在斐济以及进行投资进行储蓄。我相信呢我们所有的这就通过这个调研呢，我们认为他们都非常积极的愿意能够参与到这样一个，那么这些结果呢表明他们有着长期的兴趣来在斐济进行投资。我想呢他们对于这个企业精神发展呢也是有着很高的兴趣，他们能够创建这个企进行创业。我们的这个调研的结果也表明啊，一方面呢我们在基础设施方面也存在一些这个差距，比如说网络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挑战，因此呢我们有一些需求啊能够进一步的对这个侨民的这个投资啊提供更好的一些环境。同时呢这些挑战也包括这个全球疫情所带来的这些挑战，我们的政府呢现在已经在与国际移民组织进行合作，来更好的来反思，并且呢来也更好的解决他们所面临的这些挑战和问题。也我们相信呢这样一个调研的结果是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希望呢大家能够在各个层面上取得很好的进展。谢谢，非常感谢。我每次在全球范围内来进行沟通的时候，我希望感谢我们的
这个斐济的这个发言呢，我希望我刚才呢是想向他致谢啊，当然这是一个录制的，但是我想刚才的发言呢提到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这个我们的时间是非常的有限，现在呢我希望能够我们在座的这个所有的参与人员，我相信呢你们有一些人有很多的经验，也有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我们提到了这种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我们也有这个共同主持人，我希望呢通过这个互动的环节，我们由我们的参与者来进行参与的。现在有请 Dominique 作为合作主持人。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说话。我也想首先呢感谢 Marina 和感谢所有的这些发言的专家，我相信呢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一场活动。我们包括斐济以及等等其他的这个发言者也提到了非常有兴趣的这些议题，这个对于侨民的工作以及民生的这些工作以及农业方面的可持续性发展投资以及将社会资本转换等等这些的议题呀，都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进一步的来就是架起这样的桥梁，让侨民的工作，我相信呢在这个领域非常重要的。我只想提到一点点这个案例，比如说在塔吉克斯坦，在这个方面我们在农业经济领域让这个侨民来进行参与，比如说有返乡的这个移民他们来参与到这个农业当中，那么这些投资来说能够进一步的推动这个资产，我们在这次领域呢也进行了一些可行性的研究，我们在六个国家已经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还有乌干达等等，我们在推动一些就是包括经济投资领域以及其他的非融资领域的这种合作，我们相信呢在这些领域要进一步的要增强侨民的政策对话，他们的扩大他们的网络，还有呢进一步的推动侨民的投资，还有呢在农业经济领域的这个投资。我非常高兴啊，今天有这么多的这个参与者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会场，还有呢我们在津巴布韦的这个工作，这些在移民领域我们也在政策方面呢进行一些调整，并且呢进一步的要提高对于侨民的这个投资领域的意识。那么最后呢我也想再强调一下，我们要进一步的提高这种意识，我们要让侨民更好的参与，提高他们的这个宣传，特别是在绿色投资方面的宣传以及啊知识和技术的转让。我再一次感谢你，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会议，谢谢。谢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这场会啊一直都在说谢谢您，但是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呢还没结束呢。谢谢您 Dominique。确实啊，这是很有意思的，看到了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啊，我们呢是在侨民工作方面已经有几十年的工作经验了，我们专门的有一个项目就是支持那些归国侨民，就是支持那些归国的侨民要回到他们的祖国。我们就过去的几年里啊，专门的一些部门啊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哈，也就是说
确实啊，就是有一些非常实际的一些个例子，同时我们的进展也是非常的具体。对这个当然跟各个国家不同的国情也是有关系的。那么但是呢，这些项目啊，这些结果啊，都是非常的实实在在的。那我们的讨论呢，大家都是可以来发言的。谢谢 Dominic。那其他发言人啊，也谈到了啊，我也收到一些个信息。Peterborg 这个呢是全球侨民组织，他呢也是非常的工作，也是非常积极的。Peter 啊，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想法。好 ，Peter， 请你看，谢谢 Marina。我希望啊。我只是想说我非常的高兴呀，非常荣幸来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跟我个人经历有关。我很小的时候我到了苏格兰去接受教育，因为呀我是18岁以下，所以呢我专门的有一个我的这个照顾者，他是来自斐济的一个老师，我跟他们住在一起住了很多年。我学了，了解了他们的文化等等。当然了，我也是这个 rugby 就是手球的一个手球迷。那我呢还加入了一个 rugby 的一个团队。我的例子呢就是说明啊，就是说侨民组织啊，我们觉得应该也是一个可以打造朋友的这么一个机制，也就是说不仅仅在投资方面，还有可以带来其他的很多的机会。所以我就在想啊，我自己呢想到斐济去，我真是非常的想去，我想去看看我的老师，同时我也想问一下哈，有没有其他机会针对下一代人啊，能够积极的参与侨民组织。这样的话呢，我们呢可以做更多更好的项目。所以呢，也我现在来说一下 GEC 这个组织。那么我们呢其实就是把全球的这个侨民组织啊进行联络和协调，同时呢加强各组织之间的关系，包括利用官方了，包括国际的以及地方的国家的政府。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呀，让我们能够说话。所以我是非常高兴的，我们说的话被你们听到了。此外呢，我们也考虑这个，我们当我们想到这个在投资方面的影响方面啊，这个侨民啊确实可以带来很大的影响的。那么有很多的机会哈，在我们这方面呢，我们确实一直致力于推动最佳实践，就是所有国家的侨民组织的最佳经验，特别是就也就是在这方面哈。当然了，我们呢也是一起跟大家承担挑战，因为我们并不是单打独干。我们一起来应对挑战的话，就可以找到最佳的结果。所以呢，我们都尽量的来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呢也是就尽量的让更多的侨民组织来参加，不仅仅是斐济的侨民组织，还有其他的非斐济的侨民组织。也就是说，所有其他的国家的侨民组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我们的看法。谢谢 Peter， 谢谢您的发言，也谢谢您呀把侨民组织啊召集在一起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对我们来说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啊，我们知道啊，不同的侨民组织在世界各同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做的工作都非常好。就像 Frida 所说的哈，他们真是激发我们，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启发。当然，还有许多的国家呀，他们呢，
他们的这些侨民组织也是不断的成熟，也是不断的强大。当然了，还是也有这个知识的缺乏和理解的缺乏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要继续互相学习，来加强这种联络，加强联系。我们不是说我们这方面呢没有做任何工作的，我只是说啊，我们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那当然了，我们星期一的会议啊，星期一呀。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也就是在部长级的会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专门的有一场会，就是从这个侨民组织那儿了解一些信息，也就是说从这个侨民组织的这个角度啊，他们有什么经验跟我们分享。比如说在斐济这样的国家，我呢没有机会去过这个国家，也没有机会了解这个国家。其实啊，人们呢到了一个国家的时候呢，他们就成了他们自己祖国的代言人了。所以呢，我们呢也是希望大家积极的参与我们4月4日的会议。谢谢。我想，给阿米莉亚机会来回应一下，或者说斐济的任何代表啊都可以回应一下，或者说谈谈你们的意见或者建议。从您从斐济那边有谁愿意对 Peter 或者其他人所做的发言有什么想法？你们想发下言吗？否则呢，我就让观众来发一下言。您没有打开麦克风。麦克风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您得点击一下电脑上的麦克风键。对不起，我们还是听不到您说话。刚才我们是能听到您说话的，可能刚才呀，播放了一下视频，您呢，是不是再检查一下故障？我看一下聊天时，我们有没有收到听众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人举手发言。Tanya, 您是不是可以说几句？也就是说在聊天室啊，有没有人请求发言？ Tanya 说，我没有看到任何的评论或者意见。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意见或者建议。好，现在要我们继续鼓励大家使用这个机会提问，向任何刚才发言的人提问，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组织，比如说 Peter 或者是梁农组织的 Dominic， 你们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向他们提哈。我现在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问一下听众，你们能不能回答一下，比如说，也就是说这个侨民作为影响投资，作为投资影响者哈，这个问题呀，我是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呢，我们其实呢不谈的不是投资，而是对投资的影响。这个非常，这个产业呀在不断的增长。在瑞士啊，我就看到了很多的这个企业呀不断的成长为投资者，也就是说他们的投资活动啊是不是符合所谓的社会环境和治理方面的要求。不同的组织啊已经设置了不同的指标来测量他们的这个投资是不是符合这些规定。当然了，这个也是跟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联系的，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投资都是为了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但是同时呢也应该是更加的实施，更加的可以实施的。好，现在我想问一下听众，你们对于这个说法有什么
意见啊，就是说投资侨民投资啊，是不是对于这个侨民啊，是不是最佳的这个投资影响者？我自己是有我自己看法的，但是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共鸣？我看到 Kingsley 您加入了哈，好 ，Kingsley， 那您来发一下言。是的，是的，我想说一下，Runnigan 他呢，他是一个埃及人，这个呢，也就他是风险投资之父了哈，他呢。是这个牛津大学的这个校长，他说过一句话哈，就是说现在要在这个投资影响方面呢，正在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是在1920年代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没有相关的这个标准。也就是说在公司之间，后来啊，美国相关的机构呢引入了一定的这个标准，也就是说对公司之间呀进行比较。当然非常显而易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退休金在全球啊是几万亿几万亿美元的这个投资，他们呀要用这个投资啊来评估不同投资公司对于经济、社会、就业以及气候等的影响，我们呢必须要准备好这点，因为这个呢已经是到来了。我们呢昨天呢才跟这个政府投资机构啊进行了交流哈、啊，也就是说在投资方面呀，如果我们现在谈到这个影响这个问题的话，这个影响现在最绝大的这个决定因素，就是说所谓的影响投资，对于影响投资你是不是达到一定的标准。确实确实啊，这个在这个侨民这个集团呀，我们呢也就是说你怎么样积极的来，也就是说在这个怎么样积极的推动这个侨民在影响投资方面的这个发展。好，我呢你今天上午已经说了哈，你对于这个数据呢是非常的有非常热衷于数据等等，但是我这方面呀是没有什么相关的数据。其实呢我呢也就是在这方面呢，我还真没有什么相关的这种投资数据哈。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侨民投资所带来的这些影响当中，不管是在这个社会的这个回报啊，还是在经济的这个回报当中啊，我没有相关的数据。确实啊，我们呢应该把这个投资者呀，确实是我们应该把他们分为不同的类别哈，就是根据他们所带来的影响啊，不管是社会的还是经济的。我今天的这个发言呀，那么我要解释一下，也就是侨民的这个投资啊，可以被认为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影响投资哈。Bradley， 您刚才谈举起了手，又放下了，不知道您是不是想要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不知道您为什么把手放下了？啊，大家好，我呢确实是举起了手，但是又放下了，因为我呢没有准备好您回答您的问题，我想要更好的来考虑一下我的回答哈。其中有一点就是说。The diaspora with, 刚刚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能够就这一类的投资这些，我想呢对于要产生影响的这种投资，我们认为呢侨民他们有这个侨民的社区，对于这种他们的这种物质化的这种合作，
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合作，比如说就是比如说旅游，包括比如说在地方的，他们希望能够就地方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我想他们并不把侨民当作是一种客户啊，我不太清楚我的回答是否的确上是应对了你的这个提问。好的，非常感谢。我想呢，的确我们认为我们有这些知识，同时呢我们有这样一些证据啊，就是说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要有一些长期的这个合作和伙伴，我们希望能够有这些框架，这些领域，我相信在这些领域，我们在这个领域，在派投资领域，我们下周一啊，我们会邀请呢他来参加呢我们的这个会议。好的，感谢你的回答呢，刚才 Polo， 我也呢请你来做出回应。我们在说到移民的这个侨民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是知道他们要把自己的这些这个就是这些收入啊，这些金融的基础进行投资，我们要进行一些管理。他们的这个目的，他不仅是为了一种这个回报，经济上的回报，它更多的是关于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我相信呢，在这些方面是关注到金融经济的发展。我相信呢，对于侨民，他们是一种有影响力的投资呢，因为他们对于侨民来说，他们相信自己，希望他们对投资的战略进行很好的这个考量，他们会去对于损益进行一个很好的评估，因为呢他们相信即便是会有一些风险，因为他们的投资是给自己的这个国家进行投资，他们有这样一个意愿，他们不是这个经济上的回报，而是说其他领域的这种的这些回报。那么这个方法其实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领域。我们相信你的绿色的投资经济的变绿色的投资环境的保护和持续性的发展。好的，非常感谢。我想我希望能够了解一下是否还有人举手，或者我看到聊天区里面还有一些提问。我相信呢我们也会仔细的阅读聊天区的问题。我想问一下 Amelia， 那么现在我们是否有什么样的一些材料，比如说关于飞机的一些这个视频音频的材料。我想呢，如果我们有了 Amelia 的这个回应之后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有这个 Amelia 的发言。好，先请 Amelia。 We have the audio, yes. 是的，我们有这个话筒。好的，感谢 IOM 的这个组织。我们在这个领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方法，我们在这个方面有着非常重要愿意高的意愿，能够我们在伦敦我们有这个机构性的这个结构，为侨民的工作提供一些更加有结构性的这种支持。因此呢，我们呢是完全的同意，我们应该能够有一个结构性的支持，将这种侨民的工作能够正式化、机构化。
同时呢，我们也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能够填补一些空缺，同时呢，能够为侨民的社区在这些领域来推动。好的，非常感谢。我相信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呢，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角色，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对象国家啊，比如说你们所提到的是英国、澳大利亚等等的国家。嗯，也提到了，我们也知道在斐济我们有一个视频，那么在我们这一场会议结束之前呢，我想呢感谢我们的这个侨民的工作的组织，我想有请 Daniel 来介绍一下，Daniel 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我想呢，这个主要是说我们的一种贡献。我们谈到了在侨民的这个领域啊，我们提到了，我们强调了在这个机构层面以及在这个个人的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侨民社区啊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作用尤其对于他们所相应的这个家庭来说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呢，我们也看到对于这个侨民的这个参与会在很多程度上会与家庭，会与他们所来自的这个地区这个区域范围内的这个参与，那么这个是对于侨民来说，他们的这个出发点通常会是在家庭和以及他们的这个区这个社区。那非常感谢，我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聊天区啊，大家可以有这么丰富的这些内容的这个贡献啊。那么的确啊，这些方法对于我们来说，来调动侨民的这些工作来说，也包括很多侨民的这个个人，既包括个人，也包括一些机构，他们能够做出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这些工作。好的，我们现在呢，这个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侨民峰会上能够来分享这些经验啊，我们觉得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在结束这一场会议之前啊，我们是非常激动、非常开心跟非常高兴呢。现在呢，我们在大会结束之前有一个来自斐济的一个视频，那么由这个那么现在我们也非常期待呢，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进行分享。好的，我想再次感谢大家，并且呢，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一场或第五场的这个会议。我思念我在澳大利亚的家人，我非常思念我的叔叔以及我的阿姨，我非常想念我的女儿，我是非常珍爱我的女儿，我非常思念我的阿姨，在斐济的阿姨，她现在在美国，我也相信我们能够在一起我们过去能够在一起钓鱼。那么有一点，我非常想念我的奶娘和在澳大利亚的爸爸，我非常思念我的母亲，她住在澳大利亚，我非常思念我在海外的亲人，我希望能够拥抱他们，我希望能够拥抱并且呢跟他一起开玩笑，我希望我想念我的亲人，我想念我的表姐，
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去钓鱼，我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我们非常的思念他们，我想念奶娘 Nancy， 我希望能够再一次能够见到你，妈妈你好，我希望你能够再看这个视频，我非常想念你，我也希望能够很快见到你。那么我这是致给我们所有的生活在海外的侨民，我希望我们在一起，我们是与飞机的心在一起，希望大家来飞机参观。Thank you everyone. What I've been together with you over to next.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谢谢我们的这个发言专家，谢谢飞机的政府参与，谢谢，谢谢所有的人。好，希望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再见。